收翻封辭職信。唔係你扭 Sir， 我覺得如果我繼續留喺警隊嘅話。 我哋內部已經就你呢個 case 開個會，展開咗幾輪聆訊。我哋亦都傾過你適唔適合再留喺警隊。你幾位上司對你嘅評價都好高，認為你係一個人才。所以，我希望你收下封信。其實我哋都聽過大帥嘅錄音，佢話因為你勸佢，先推動佢認罪。我都信得過你個品德同埋操行啊！我要辭職，唔係我信唔過我自己。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為爹哋負翻啲責任。你仲唔記唔記得大Sir嗰段錄音？最後講嗰幾句説話。佢話如果要犧牲，犧牲嗰個應該係佢。佢話呢樣嘢係佢最後可以做嘅嘢。以後佢都就冇辦法履行做警察嘅職責。佢希望我可以完成佢最後嘅心愿，做一個堂堂正正、大公無私、不偏不倚嘅警察。 要为大Sir负责任，有好多种方式。我希望你自己识得拣。师啊，师，你俾一分钟我啦。唔该，谢啊。Sorry， 我知道我应承咗你，我要辞职，但我冇，因为我谂得好清楚，逃避系懦弱，留低先系有勇气啊嘛。又讲埋啲废话。你有冇听我爹哋段录音？冇。 佢话佢已经冇办法再履行做警察职责，佢希望我可以完成佢呢个心愿，做一个堂堂正正、大公无私嘅警察。成日记住自己以前做错过啲乜嘢，对唔住我边个，我觉得无补于事。我系一个受过训练嘅警察，有能力为呢个社会做更加多嘅事情。为我爹哋以前做错嘅事去弥补，我觉得有好多种方法。我觉得我而家拣嘅呢一种系啱嘅。你讲完我，我开工。等等。 我知道一时之间冇办法能够令到你接受啦，但我净系想证明一样嘢俾你睇，我高几样都可以做个好警察。你讲咩都好啦，我讲过，有你冇我，你要留低嘅你即管留，我会走。 我都好挂住你，喂，老细仔，派个份啊，我好挂住你，喂，老嘢，高你飞你啊，我想问你出嚟啦，重望你添，好啦，今日咁命制，阵间食饭，好啊，边个请你先？咁高兴，依餐我嘅，好，我请你食饭先啱啊，好彩你咁多年都冇放弃过，今日先揾到呢个凶手，我要拜阿爸阿妈嘅时候，都有个交代，不过可惜啊，我始终拉唔到佢嘅坐监。 你尽咗力噶啦，咪系，你知唔知啊？你而家系我偶像嚟噶，我以后会多多向你学习。多谢，惨啊！而家阿Stone Sir都做咗阿师嘅偶像，你呢个超级偶像嘅地位都可话系危险。sorry，有乜所谓啫？我同阿Stone兄弟嚟噶嘛？喂，冇所谓嘅，阵间将单你卖咯，冇所谓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咁啊，你哋收到封。 提咗同阿Stone慶祝啊！慶祝咩啊？我哋阿Stone Sir 今次祝仇大夫立咗大功 ，Stone， 我推薦你見波，好快有消息噶啦！哇！喂，咁咪訂妥食。好，訂好邊間？而家陳開落嚟，我同你冇湯冇氣。 當時追捕仇大夫，好危險啊！咁你幾時翻家去再俾你啊，Stone Sir？警方 已經證實咗仇大夫就係呢單案嘅真兇，你終於還到自己一個清白，你有咩感受？好開心，我真係好開心，可以還自己一個清白。咁你對將來有咩展望？我會繼續做一個好警察，維持治安、除暴安良，打擊所有罪犯。
我会继续做一个好警察，维持治安，除暴安良，打击所有罪犯。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